大家好，我是 Dora。 今天天气太热了，妈咪要带我去晒个日光浴，让我脱光光，剩下小裤裤。啊，那我先去清游泳池。好，啦啦，小阿姨来掺一脚。啦啦，把她送去清游泳池，让我们游泳。对啊，我来请游泳底货。那你不是要先去车场？游泳池要清啊，我去清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回来。耶，那我们就可以游泳了，耶！那我先去清游泳池。宝贝就可以游泳了，跟爸爸谢谢。啊，奶奶要游泳啊？对呀。我们去游泳再拍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你才会看到爸爸眼睛。会呀、啊，爸爸走了，他就会看他哈。啊，我走会看我吗？不晓得啊、哦。好，乐乐看镜头，乐乐这里，嗨，say bye